看看瀑布喽，出发。那我们快到了，对不对？好像还要绕一圈呢，从那。没关系，那我们就绕吧。好，那绕。好，那你带路，来过你带路。啊，可是我已经忘记了。弄倒他，等一下直接倒过去，从这里切过去。对，那我们要怎么办？他说：“给我弄楼梯走的路。”你说用 Siri 跟手机讲说我要有楼梯的路吗？对。那如果 Siri 跟你说我不是很明白怎么办？就揍他。揍他。刚在瀑布那边遇到一群猴子的公鸡，他们会在上面丢大小石头往瀑布丢，所以如果有来瀑布的人要小心，如果看到猴子的话就要赶快撤退。那我们现在赶快下山吧。离开了大金瀑布，玩了一下水，现在来到了里纳里部落，来这里吃午餐喝下午茶。这里其实蛮多组合屋的，像这样子的房子，但是在地的部落的居民有慢慢的想要把他们原始部落一些特色搬到这里来，例如像这个石板屋的造型。那我们就继续逛逛咯。Thank you.
这里是延吉生活，我们下次见。